妹妹香酥香辣可可。嗯，那个肚肚是，那么这个酸辣椒现在价格下来了哈，特别合适啊。木瓜丝，这天来点酸辣口味很合适，开胃一点啊。对，吃的舒服一点，开心越来越热了。好开心啊。那你还有一个好东西啊，这是跟猪肚子粘在一起的，有没有认识的？最后吃啊，最好的留到后面。太好吃了。你着急啊，你是烂了啊。我看到我老妈在洗的时候，你就给我明天备粉吃吧。我也刚知道它是跟猪肚子连在一起的。这东西好吃，好多人喜欢吃啊。我看到我同学特意点这个吃。这烤的生的可以。对，卤的是好吃，这东西老好吃了。我是烤的生的可以。老美味。今天我们这个小虾的话，我们炒了半包啊，这包是满满的，然后我们炒了半包，半包可以炒一盘，一包的话就是炒两次啊，做两餐，倒数得两包啊。看看咱们没炒的啊，干的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特别下饭哦。对，简单啊，又好炒，又下饭，又很好吃啊。放点辣椒炒一炒，香香辣辣的，对，好鲜美啊，吃起来味道。你们不吃那个的话，可以放不辣的辣椒，或者放点姜蒜就可以啊。好香啊，这个。这拌饭好吃啊。对。你们炒这种小龙虾不用去头啊，如果有些人想去头的话也可以，我们就是这样直接炒啊。因为这种小龙虾它个头不大，这个头的话直接可以吃。下饭绝绝子。小酌一杯也合适啊。对。真的好。因为我家儿子这个没炒的，他就这样拿着吃，他说好好吃。
香啊，越嚼越香。这是自然风干的，它不是那个，要么就晒，要么就自然风干，它不是那个油炸的啊。嗯，很好，嗯，真的好吃啊，又划算又好吃。吃豆豉辣子，它吃不了太辣的，咱们用这种菜椒啊，它不辣又香，对吧？嗯，咱们这个豆豉的价格现在做个调整啊，现在只要17.9一瓶，一瓶就是一斤，买两瓶更划算。嗯，咱们家的豆豉就是农家风味的，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、防腐剂的啊。它的配料表的话，只有黄豆、食用盐、山泉水、辣椒、姜丝，还有菜籽油，用菜籽油炒制而成。你们收到货可以直接拌饭、拌面吃，可以直接吃啊，可以炒菜吃，炒那个豆豉辣子，炒回锅肉、豆豉蒸排骨、炒笋子、炒腊肉都可以啊。嗯，就是你炒辣椒菜放豆豉更香，也不用放多少，这一瓶可以炒很多餐，你放一勺就够了啊。嗯，炒豆豉的时候有一个诀窍，就是你先把菜放好盐之后再放豆豉，那样炒出来的豆豉不咸，因为豆豉是带盐味的，你先放豆豉再放盐的话，你那个豆豉的话就会偏咸啊，很好吃。就这种辣椒的话，就是不能吃辣的人这样尝试啊，能吃辣的人咱们炒正常的辣椒，炒青椒、炒虎皮辣子都可以啊。嗯，香，香而不辣。这个豆豉辣子辣度可选啊，香辣的可以选微辣、特辣，麻辣的也可以选微辣跟特辣啊。每瓶是一斤，保质期是5个月，很好啊。这个价格相当划算，兄弟姐妹们。